一开始我只是对细节催眠感兴趣，整个大学时期我除了上课赶论文就是泡在研究室里，定期会有志愿者上门，我们为他们治疗。可是每一次我的论文和实际成绩都是零分，因为我根本无法催眠别人，反而自己会睡着。说实话，我不敢，失败太多次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尝试了。没关系，像我这样一直追你，你会觉得我烦。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在你心目中就一直是那个又调皮又不能吃糖的笨蛋弟弟。这样子，你就会喜欢我吗？林然，我喜欢。你说什么？喜欢你。在说唐薇薇喜欢林然吗？